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文明六的亚历山大篇。好，我看看形势啊，咱们现在大家请看，这又独立了一座都市，咱们为什么不去拿下，对吧？咱们上期拿下这一个都市感觉效果不错啊，所以说咱们准备派出一哨人马继续攻占都市。咱们先过来啊，下回合咱们尽可能多的占领一些个独立都市。大家请看，稍等一下，我右边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一个独立的都市。哇，独立都市真的很多啊，咱们不战而胜是最好的啊，不战而胜有点太奢望了啊。我看啊，赶紧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啊，先拍几个农场再说，对吧？没有其他的资源了， OK， 拍农场，然后这个骑士暂时在这儿驻守，然后我的炮都向右边推，推过来，这有一个都市，咱们可以拿下啊！太棒了。然后这门炮，我想不行的话，还是让他回来镇守算了。因为咱们战城话用不着，但是他带着大将军呢。上。然后我的骑士先过来占领啊，这不能占领啊。先到这儿，然后补血，然后这门炮在这驻扎算了，驻扎加警戒。OK， 咱们右边算是形成了一股力量啊，哎，还能二合一，二合一不错。OK， 派遣使者，瓦莱塔没说的。然后咱们现在西线实力稍微有点薄弱啊，咱们应该是发展一下西线。这个骑士能过来 ，OK， 那让他先到这儿来，然后咱们的大炮也推过来，对吧？咱们拿这个城市算了。既然大家都不要，那我就要，好吧 ？OK， 下回合。对对对，咱们先占领一些独立的都市有多好？我看看啊，巩固不足，合二为一可以，合二为一没问题。合二为一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有可能。咱们不能合为一个都市啊，其实这个合二为一就是这个问题，咱们把都市围起来，它就不再回血了，这更利于咱们占领都市。然后彼得戈什这个地方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好啊，世界上某些地方人类无法靠近，但帆船却可以啊。咱们现在这彼得戈什有点孤单是吧，应该发展一下。我看出什么，走工业化没说的，咱们欠了好多的这个，欠了好多的账啊，需要还。走一步，我的大炮也走一步，一计一射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拿下啊，对吧？这不是一计一射吗？单位需要命令，这个地方可以。我看啊，咱们怎么攻击？我先过来修农场，不着急。哎，修了吗？修农场 ，OK。然后一射一计，暂时在这儿跳回合，咱们下轮攻击啊。其实大家请看，就算我拿下这个都市的话，估计也保不住。再说吧，拼命的盖农场，这个是没错的啊！不要听信有的朋友说不用盖农场，因为没性价比不高，别信那套啊！该盖还是要盖。好，炮击，没有问题，漂亮，打的是真多。我骑士上这边来回血，然后我的大炮推过来，下轮炮击。没问题啊 ，OK， 这个地方有炮镇守也没有问题。下回合，你不镇的话，一会儿造反了。我这维克多还没到呢。然后我这个地方还得需要造城墙，或者给他买个城墙。好的，带去看看。哦，咱们又多了新都市，然后马上不能停。这地方建开拓者，让我开一批农场。大家请看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堡垒，我去，还有堡垒，要这城市 ，very good， 真的是 very good。那我在这先补个血，好，咱们一骑一射，上，并不能够打到，哎，并不能够打到，那就再走一步，下轮攻击，好吧，阿尔皮。阿尔皮好像以前也是我的都市啊，这驻扎一下，
然后我的两星加农大将军，大将军绑定加休眠没问题，然后我的建造者赶紧过来给他建一批农场。我看看啊，三轮才到，那过来上这先建，别客气，出农场。然后这个地区购买粮仓没说的，再购买建造者，还有钱再买纪念碑。生产项目出什么看一下。哎呀，什么都出不来啊。走军营吧，上面建个军营，这地方还没有树可以砍一砍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城市马上能够发展起来，我有这个信心。好，咱们增加人口，然后挨加一，把大学先给我出了，科技我是一直重视。波兹南走粮仓，下回合目前发展的还算可以啊，咱们就说免费获得两个都市相当于啊。哦，这个都市不知道咱能不能获得啊，我估计有点悬。你看啊，成交，维多利亚女王咱不得罪啊。这什么家过来了，荷兰的骑兵，我去，他也想要这个都市，我们俩都看上他了，就像一个女孩，我们俩都看上他了。那你跟谁吧，你说吧，过来先拍小麦，然后我的大炮过来镇守我的新都市，没问题吧。我看我的大炮现在可以轰击，听着炮声真解气。哦，一炮把他城墙打掉。皮德纳把大学先给我出了，他让我走银行外交部，这都不着急啊，我走一个鱼中，鱼中，我想有走鱼中还是走学院，先走鱼中，下回合。咱们离海军估计还有一段距离，没关系，咱把陆军先发展发展。罗马的海军，我天哪，在下面已经集结，而且我的亚历山大并没有镇守的兵刃，这是个事儿啊。我派骑士过来镇守一下算了，不行。我看一下，我这有个骑士已经回满，然后咱们在这边集结一下，过来上这集结一下，然后咱们还需要再买商人修商路，佩特拉工作坊修一下，单位需要命令拍小麦。哎，大家请看右边又有一个独立的都市，哇天哪，漂亮，这都是谁的都市，上大炮，别闲着，过来，单位需要命令。看一下啊，荷兰真的是虎视眈眈呐，开炮，哇呀，大家听这个声音，我去，真的是威武雄壮。稍等，咱别下回合啊，我想想啊，维克多到任，那我的兵派出来过来，这没有路是吧，没有路有问题，稍等一下，我看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买个商人，买不起，哎，这能买，稍等啊，我现在有多少钱，有多少个信仰值，粮仓兵工厂，漂亮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然后生产项目军事，哎，生产项目水渠不需要，商人漂亮，下回合。然后这几个城我要通过商路把它们连接起来啊，咱还都没有商路呢，对不对，包括彼得格什，西班牙完成了对工业化的研究。暴力经济学的关键词是城市化、工业化、集中、效率、数量、速度。我天，说的不就是今天吗，舒马赫说的，还是好，准备炮击，没说的，骑兵上这地方，我看啊，咱们一炮打下，然后占领，空打空之后占领，把阿尔皮纳入怀中，纳入怀中之后我看一眼忠诚度应该是不高，几轮后叛乱，三轮后叛乱，我呀把它还给
荒给罗马，我去，这是个好事的地方啊，三轮后就叛乱，暂时保留吧，还罗马是不可能的，怎么能还给他呢？蒸汽动力生产项目佩拉出大学，肯定的生产项目，一会儿就叛乱了，走哪个都一样，这地方肯定叛乱对吧？你看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怎么说，三国四国交界地，荷兰波兰罗马包括我都瞄着这个城，这个城建的位置真的是压力太大了。好，我看啊，咱们往前冲。哎，大将军睡眠，然后过来接着给我拍农场，野战加农出来准备给我炮击，然后我的骑士团过来压住他，没问题啊。那么东线现在进展的顺利，在免费获得了好多城市的前提下，可以在对波兰有点想法。哎，他这个 message 真烦人，都挡住了，我看不见。这能看见啊？他是火枪手。天哪，这谁在打他？哦，他在打我，他是个火枪手。行了，炮击。你看大炮，你快看大炮，还有一丝血，没关系，野战加农过来，并不能开炮。再走一步呢，还不能开炮。然后是这样啊，我准备把我的兵从这城市撤开，三不管地区我也不想管，让你闹去吧，跟我无关。回下血。然后这个地方咱们需要处理，必胜上。好的，这个城市压力估计也不小，右边是格鲁吉亚。好，这个地方拍农场，咱们要拍间大农场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地方咱们有路了，然后咱们向哈图沙修一条路。亚历山大是四轮四锤四金，哈图沙呢，哈图沙是六轮十金，可以。是否保留城市？不归还波兰 ？No， 保留。我又不是做慈善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啊，莫托涅军事学院、银行、前岛用时方恨少，对吧？咱们走银行。生产项目：皮特纳、马厩银行工厂，都推荐我出。然后我天哪，这孤苦伶仃，好吧好吧，商人能出吗？商人也出不来，这叫什么格但斯克，我天哪，先出纪念碑吧。哎呀，这个城市压力多大呀，这边倒可以再拍城市啊，大家请看下边对吧，再拍城市。而且这边有城邦帮我挡了格鲁吉亚，所以我也不怕他们。然后我的大炮，我想想啊，先灭格鲁吉亚，先灭格鲁吉亚，还是先灭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向右探得太远啊，我感觉不是特别好。大炮可以升级，稍等，防御时加七，暂时在这回个血，我不想往前冲了。然后这个地方过来，接着给我开小麦。OK， 大炮升级。还有一轮叛乱，没关系，先撤，先不着急升级，我看看，撤到老家，我的骑兵给撤回来。哇，但是这个克拉科夫发展的不错呀，都蔓延到这儿来了，都到我眼皮底下了，大家接壤真是接的太壤了，我天哪，连块空地都没有。哎，怎么说？波兰和格鲁吉亚宣友，原来如此。你有朋友，我也有朋友啊。一座我方城市的忠诚度已降至零，他已宣布独立，要夺回城市就必须重改造，使弯路变得笔直。但未经改造的弯路才是成就天才之路。未经改造，看一下，摩天大楼，这是奇观，没用。为市场建造者加百分之三十，这也没用，没用。OK， 让我想想啊，
咱们应该是集火一下克拉克夫，对吧？但是我这边还都没有路，暂时回撤。哎，我的骑兵别走啊！我要回来的是炮兵。生产项目，出银行走竞技，先走竞技。总督升级，我想想啊，红衣主教现在还没有被派遣，我知道了。总督升级两工师，然后做个派遣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派遣啊？被陷害！我去，我的总督被陷害，这事儿谁干的？要不要活了？快想，他不是叛变了吗？我能不能再去打？先升下级啊，放个御史加七，再去看看。我看的目的，我仅仅是想获得点经验值啊。我知道这个城我拿不下来，我也不想要这个城，我还不如拿这个克拉克夫呢。我集结一支人马吧，这马上要出大炮。OK， 他出火枪手了，把他灭掉。生产项目，普雷。工厂、军事学院，加三产能加的一样，只不过他又多了个公民槽位，多了个住房。这个是没有住房。八轮出剧院，给他增加文化值，出一个吧。生产项目，皮特纳。兵工厂，生产项目，波兹南。军事学院水渠，现在咱们住房可以，所以说。军事学院20多轮才出呢，我应该出骑兵，我看看，大炮也20轮，算了，走军事学院吧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这个炮啊，我这么想的啊，大家请看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啊，我短期内或者说我拿不住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格鲁吉亚的包围圈，这城市我估计也早晚会丢，所以说呢，我退守这个城市，我是绝对不能丢，所以我在这个城市中，这个好好建设一下。其实我也回来，不在那前面守着了，没有用。然后这个城市我应该再给他买个建造者，买不起，520。单位需要命令，大炮过去看一看，也不用过去，就在这儿就可以。跳回合，然后我的大炮，咱们这儿集结的话可以去攻击一下，我看看，攻击一下这个波兰。没有问题啊，咱们先调到这个位置。单位需要命令，可以攻击，险胜。我不攻击，我就在这儿回血就可以。亚历山大现在我看看啊，他的路已经修的差不多了，路修的应该是差不多了，所以说咱们应该是以赚钱为主。哈图沙6轮10金 ，Why not？ 波兹南。向彼得库夫修一条路，虽然性价比博士，但是没有路还是不行的。然后咱们的大炮，我看啊，咱们还是应该是在这波兹南进行一个集结比较好吧。过来，包括后面的，OK， 下回合吧。是，我想想啊，我应该在这地方，咱们再把这个地域弄大一些，或者说我在这地方再买一个这个开拓者，可以吧？意料之中，他打我的骑兵，但是他打不下来。我后面正好有大炮。发明蒸汽机的科学进步是否让人类受益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丘吉尔，选择研究科学理论内燃机，科学理论，然后获取伟人。大工程师，可以。单位需要命令。大工程师他去哪儿啊？因为建造的奇观，我没建造几个奇观，我看看啊。哦，正建造中的奇观是吧？给奇观赋予生产力。OK， 那我一会儿，哎，我建了一个奇观，威尼斯军库呢？我去，威尼斯军库被谁给建了？
我去威斯汀被谁给奸了？应该是。我天哪！大家请看，威斯汀被人给奸了。我去，这我这炮舰太难取胜了。哎呀，我大意了。哎呀，我真大意了，大意了。提莫西·巴顿，真大意了。被谁给建了？我得把它夺回来。我能看到被谁给建了吗？我也看不到威金斯兄被谁建了。我去，我认为是被英国给建了，因为他有海军，他肯定出威金斯军库啊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去，哎呀，这太惨了。你先在这儿修一轮，一会儿我想办法，咱们再建个器官。这受了受不了。下回合，哎呀，我没有威斯军库的话，那我的海军发展会慢很多很多，慢 N 多。我怎么这种大意的事也犯？过来，我是不是可以拿下波兰了？先拿下他军营再说。下回合，哎呀，威尼斯军库，还我威尼斯军库！气死我了，这真的让我生气了。这个枪啊，就是这个《荒野大镖客》的那种枪，火枪，攻击力不咋地的。咱们是不是可以向波兰宣战了？我先谴责他一下，都不用谴责，他已经谴责我了，但是不能够战斗。我看啊，必须位于全民皆兵的着力点。我先举例点，着力点没有选择这个全民皆兵，我记着点吧。讨论，不讨论。交易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座都市？他就两个都市了。哎呀，这粉红女郎太可怜了，有点可怜。但这都市也是他的呀。哦，他的首都不能交易给我吗？说明他现在只有三个都市。我这地方咱们干什么？这都器官都做不了。战舰出不来，对吧？工厂吧。哎呀，我的威尼斯军库呢，一定是我的呀，怎么让别人给抢了？哎呀，我好难过，我现在心里是堵的。工作坊，然后是阿里亚的亚历山大，多难念，我看看，走工业区，走市场。我先出个建造者，我买吧，建造者，可以买市场，买建造者，没问题，我出市场，出市还是出工业区？工业区，我看看有加成多不多？加成并不多，加一。我靠，能辐射到这个，只能工业区只能辐射到一个地方，那比没有强。走工业区吧，然后我这有树可以砍一砍。大炮暂时在这警戒。大将军睡眠。哎呀，我的威尼斯军库，我疼死了，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疼。警戒，现在我先不打你，我不想成为战狂。攻击。OK， 练我的经验。哎呀，再跳你一轮，等我一会儿剩下器官时，你再帮我吧。威尼斯军库，哎呀，肯定是英国抢的，不用想。我当时选英国的时候，我抢的也是这个威尼斯军库。哎呀，好疼好疼！哎呦，我打掉了我一匹马，我赶紧走坦克吧。咱们现在不行了，暂时在睡眠吧。这个，我好，建造者出来之后，咱们马上伐木、砍树。砍完树之后，把我的工业区赶紧给我催出来。我的大炮可以往前走一步。看不见，看见了。亚历山大没有住房了，可以走军营，但是咱们没有人口。外交部走，他推荐我走工厂，可以走竞技。我看一下啊，战舰出不来，原因是什么？没有煤。但是我有没有港口？
哎，我为什么连港口都不能生产呢？我这明明这就在港口呢，好奇怪，我怎么不能生产港口军营？好嘞，先走银行吧，继续回血，下回合。哎呀，我的海军现在还没有建起来，我本来想在这皮特纳建，哎，他开放世界，我弄拒绝。我本来想在这个皮特纳建的，结果这皮特纳威斯军库没有抢到，让人非常的身体不舒服。那一会儿他这是抢港口吧？港口可以抢吧？港口什么抢？我就建个港口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他傲慢的样子，拒绝他。这是我建港口吧？还说建不了，我这边有岩石。啊，他打我的。好，把这树砍掉，催工业区，这个地方向后退一步，引蛇出洞，然后在这儿回血。再退一步，生产项目，皮特纳，我看能不能出港口之类的。哎，我港口为什么不让我出呢？是不是我少研究什么科技了？军事学院先走了，稍等我看一眼。科技树，走占星，天文导航，难道走啊？走这个出港口？我去，我现在在研究什么？科技理论，研究正，咱们干出港口。哎呀，前期的这科技，我当时确实是没太注意，我就一直奔战舰去了。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煤，我现在有几个煤？我现在只有一个煤。哎，我没有煤。哎呀，没有战舰，我就意味着我没有腿啊！我就指着战舰呢，给我跑腿呢。方阵，现在荷兰的科技是最领先，对吧？第二是我。哎，稍等，荷兰第一，哎，亚历山大第二 ，OK， 没问题。标准生产声称无法验证，并认定不会受这些毫无价值的反驳证据的影响，他们可能产生的价值鼓舞了我们，或让我们感到惊奇无比。真是科学啊，让一般人听不懂，我就听不懂，你这要亲命了。我看看，咱能不能买个地格，比如说这儿165买下来没问题吧，然后我过来把这个给砍掉，选择研究，打开，走天文导航出港口，获取伟人大将军，然后单位需要命令，后撤了一步，敌人居然也不上来啊，被荷兰给围住了，那算了吧，不跟你抢了，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也。普雷，这是谁啊？这是大将军是吧？必须位于航空港。我先开着车出来的，暂时在这休眠一下，大将军，然后过来把树砍了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这是。咱们的商人，这个商人的话，我看看啊，性价比，五轮四金四锤，性价比肯定最高。咱别下回合，这个大将军我这么弄是不对的，增加五个战斗力呢，对不对？咱应该过来之后跟谁做个绑定，过来，下回合。不过目前看起来，咱要是想打仗的话，我不敢打仗。不好，咱和罗马契约都到期了。割礼原则的强制传播，但是谁将它传播给殖民者的呢？你这是反问吗？我看我不在敦卡洛特加金币，走殖民，这都是英国的卡牌。征钱钱的时候的话，增加5%战斗力和获得额外的，没必要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赶紧跟他们再签个盟约宣友 OK 同盟，研究同盟没有问题 OK， 很讲礼貌。然后图拉真罗马宣友，一个人对朋友不会比自己更好。哎，他的算是没宣吗？哎呦，他不想和我宣友，哈哈，原来如此啊。
我隐隐约约感觉了到点什么东西啊，我看看，增加文化值 ，no， 军事学院。我们有支强大的海军，真的我就感觉有点被动了。派遣使者，然后砍树，推出工业区没有问题。然后罗马看来有想法是吧？那我的大炮赶紧回来。罗马是不得不防啊，但是我要攻击罗马的话，我现在还是不行。我现在这个科技不是特别好，我想提高一下科技再说。走什么？再来一个建造者，八轮出建造，我得赶紧出点矿山啊。大将军做绑定，没有问题。说咱们能不能够向粉红女郎宣友？宣什么宣友？宣战？宣友不像话啊！单位需要命令。过来，我天，怎么绕这么一大圈？算了吧，他过来，准备攻击粉红女郎的中心。下回合，这是要干嘛？因为没和他交易，我天哪！要不你和这么多国家宣战呢？就这点事儿也当个事儿？这儿我发现了煤，格鲁吉亚，你要打我，我东面的城市给你了，不要了。大喜，你看我这有煤，我得赶紧开发呀。咱们战舰需要煤呀。进入现代 ，OK， 着力点，我看看啊。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船，一颗星星为我导航。全民皆兵。我要的只是你又要我一遍，行，我知道了。选择研究。飞行，然后我现在步入了黑暗时代，那我就讲不了，说不起了。我跟图拉真能不能咱们再选个友啊？不会的，他不跟我选友了。不选友的话，那我就还得防着点他，是吧？我的骑兵，我看看啊，我的骑兵过来，我的大炮们也就过来。准备攻击，这门炮是专门防着图拉真的，没有办法，不定哪天他就会打过来。这个地方我看啊，我是干农场，走矿山，然后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平均发展可以。我现在有174，什么都买不了啊。这个地方也需要开发，然后我上面的这个地方有个煤也需要开发。我看我现在有几个煤啊？这有一个煤，这个地方要叛乱，这个地方要叛乱，稍等。稍等，我这个都市叛乱就算了，这个都市我可不能让他叛乱，这个、地方我赶紧派个总督过来。啊，我没有军队压得住他是吧？原来如此，总督，梁工程师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咱们这要坏事了。OK， 五轮后道，这个地方啊，这地方我没有兵刃啊，没有兵器。这骑士离那里太远了。生产项目 ，A+1 ，A+1的话，骑兵推荐我生产，但是我要生产，我看啊，先把工厂出再说，一劳永逸的事儿。彼得格什大学、银行、工厂，走工厂，一劳永逸的事儿。大炮推过来，这边门难道没有路吗？我去，彼得格什和这个波茨南之间应该要去修条路啊！哎呀，我说怎么推的这么慢？推到波兰边境，一会儿准备入侵，闪击波兰。推一步，下回合。坏了，这期录的时间有点长了，咱们差不多也该结束了。哎呀，最让我难过就是威尼斯军库被英国抢走了，肯定是英国抢的，想都不用想。哎，我跟英国不行，宣个友吧。对对对，我跟英国宣个友，大家请稍等啊。英国派遣，愿宣吗？愿宣 ，OK。同盟，咱们来个军事同盟算了。No。No。哎，他果然说了个 No。
No， 我也说 No， 你这找我要太多了，我给不了你这么多。因为那个结婚时，女孩找男孩要这要那的，男孩说我给不了这么多，一个感觉啊。好吧，我还以为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先给您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您观看。嗯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可做的事儿，第一肯定是还要发展海军，第二，这个城市的位置感觉拿下来之后，不会轻易的叛乱，而且这个城市拿完之后，这个城市呢，咱们可以轻易的唾手可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估计刚才和这个图拉真，这个他不再跟我炫耀的原因之一，我刚才拿下他的这个都市，然后就把它放掉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荷兰，好像这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怎么拿？咱们先拿克拉克夫再说吧。好吧，那这期就这样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